写了一首歌，最早是出现在我们一张叫做那个阿帕的阿帕出的一个合集，叫做你什么玩团最屌，台湾最汉团，最屌。然后那张合集现在剩下的团只剩下 KK8 以外三个人，有人呢，其实其他乐团还是有在继续玩音乐，比方说那个枕头套，他还是以那个下声乐团继续在表演。然后那个黑就是主唱叫常磊，现在他那个放克兄弟，对吧？就是都是老人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，真的很多库存哦，赶紧收集。本来想要弄得很像那个梦幻一品，就一说很多库存，应该不要讲。然后讲完之后就在网络放，这样高价卖出，这样。啊，打扫都赚翻了，有一张，对，哇，好珍贵的，还有两箱。哦，你不要再讲了，快拿出来卖，真价钱拉不高，快拿出来卖。哇。OK， 那当年版本是乱唱，真的是乱唱。曾经有人以为是西班牙的文字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没有，就是乱唱。那现在有正式的中文的歌词，那就带来这首《素阳公园》。